假的，在外面继续打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居居。好吧，那既然看了。看完了，我输掉了，那我就是一个专职的主播了啊！来，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到下一场的八强，赢了谁就是八强。大都会 KHJ 当初中信兄弟就是这两位来比，但是一个输掉，另外一个只能用别队来报名，所以他用的是大都会。那他要面对的就是中信兄弟，这是一个复仇战，有没有办法利用别的队伍来击倒了当初输掉的中信兄弟？我们就看到 D-backs 对上卡达，好，开到的球场是皇家的考夫曼球场，这是一个新球场，我们看到大都会应该会。哦，先看卡达是先攻，那他用的是二游紫卡林志胜、葛雷诺，中外手张正伟，黑恰放右边，他带上是94年的陈奕信，三垒手跟周志奇都是紫卡。接下来看到 D-back KHJ 的阵容，大都会放非常完整啊，捕手黑卡皮亚萨，在中间手、投手、游击以及三垒都是紫卡。好，比赛正式开始，是一个逆风晴天。那在兄弟来讲有优势，因为呢前三棒都是晴天的投手。那就看一下迪奇怎么样来面对这前三棒了。好，这球外角没有问题，推起来 timing 很好，但是游击手也可以跳掉。接下来是陈志远黄卡，那主要是一个助攻型哦，打数最上。这一球蝴蝶球是一个坏球，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看一下哦，这个 timing 非常好，四次安打了，陈志远这时候击出安打，那速度最上的跑者松马垒包就是一个危机哦，这时候看到是第三棒蒋志贤。只有捞起来没有打好，右外手接到回传回来，好，这时候发动一个盗垒，恰恰推出去，贝尔川掌握到，在一局上半双方是无功而返。好，现在在一局下半，大都会的进攻，第一棒 Reds 出局啊，那现在是第二棒的莱特。哦，看得出来，感觉 KHJ 在击球 timing 没有上一场好哦，这是一个速球，打成这个样子，表示说这个手感。可能还目前还在抓寻这个手感。好，第三棒的 Strawberry， 哦，这球说到了，很漂亮，二垒手没有机会落地形成安打了。第三棒 Strawberry 这时候击出安打。好，现在是黑卡，这一棒很关键哦，黑卡的皮亚萨，两好两坏，
哦，这球才倒退出去，哇！在四分之一的机会被他拆到一个外脚下，比亚萨这球其实推得非常好，只可惜不够远了。好，那接下来这一棒林志胜，其实要面对蝴蝶球，除了极度卷球之外，就是必须要去思考这球是快的球还是慢的球。那蝴蝶球它是一个很吃配球的投球，哦，因为你会眼睁睁看着这个球慢慢的进去，哦，所以你的手背一定要非常的好。好，那接下来这个兄弟队的格雷诺，哦，这棒要注意了。好，接连的两个蝴蝶球进来，格雷诺都没有出棒。红点进来追起来，好，是一个中间方向飞球接杀，因为现在是一个逆风期的状况。两好球，哦，这个做的软打没有猜到，哇，注意了，这是一个主场优势，哇，这一球杠顺风球，外角的 H 球，陈奕信这时候被狙击了，贝尔川所击出来的阳春全垒打，大都会在这个时候二局下半一个主场的优势后攻，他一个顺风球的机会，第一球就轰出了阳春的全垒打。那迫使卡达在这个时候二话不说直接灌下去，但是这一球有点深远，也没有，哎，有球点，有球点，张正伟跳起来连着全垒打墙接杀了这一球。那现在投球的话是10年的库伦，那打击的大都会这时候轮到是后段棒，是7、8、9棒，可是在一个大顺风来讲的话，其实过棒都变成强棒，强棒都变成巨棒，巨棒都变成肉的棒。哦，这球又猜到了，哎呦，但是这是一个强化的 change up。顺风比的就是一个 timing 跟一个球点。这个四分线塞进来，没有挥棒。Anderson 直球对决。哦，这球做个短打啊，但是穿越了投手，可是二游补位够快，还是传一垒三振，在三局上半。好，卡达说：“刚刚你轰我，现在来看我的了。”啊，这球真是一个放光，二垒手没有办法接到，中间手也没办法接到，这是一个二垒安打，他一个出其不意，你刚刚说光我就放光，那一上来也是打第一球的周思齐，这个时候周董上垒了，那接下来轮到是捕手洪一中，那我在想这个时候应该要换个投手了，因为迪奇在大风场的一个球威，而且他现在也投了30球了，球威也落后了。二垒的这一分他必须守住。好，这时候想了很久，换上是00年的 S 紫叉球为主的班尼提斯。一好一坏。一直攻他的内角上。好，这时候外角上，哇，一个 timing 非常的好。那二垒的跑者闯三垒，周董上到三垒了。那现在一人出局，三垒有人，基本款要面对的是花花第一棒的打击。哇，这球进他的光，二垒手没有办法跳到右外野手，也没办法接到。花花在这个时候
击出了安打，把比数追平。然后在 DH 的部分，这时候做个盗垒，抓到，好，那赶快退回去，这球抓到，做个 pitch 要抓到了。那现在打者的部分 ，DH 已经换上是15年的耐克，打击最上，再做个 pitch 要。好，这时候投手教练上来，再换投手，好，换上13年的霍金斯。哦，这球抓到一个外角的 H 球，好，但是传回来，花花这时候拼上二垒，再度踏上得点圈，在三局下上半，中信兄弟卡达的进攻，那现在面对的是蒋志贤，万夫莫敌，蒋志贤。这个强化的 H 投进来，没有出棒，红点的背球没有猜到，两好球一坏球，想吊他，但是没有被吊，两好两坏。哦，这球不知道怎么投了，投成了满球数，对上蒋志贤。这球是个坏球，但是卡达手抓了一下，还是选择出棒。这边被三振，所以在三局上半，卡达追回一分。那这个时候，大风场持续进行。那对大都会来讲是个优势，因为呢，他有四位选手是雨天。那反观中信兄弟只有林志胜。哦，在这个时候 ，DH 跟着一起换，卡达换上的是96年的劳勃。劳勃用了一个威力曲。这一球推得很漂亮，但是周之曲 OK OK， 还是跑到定位接到这一球。Race 这球拉得很漂亮，球点不见了，打射在墙脚下，这一球中炮大枪型的 Race 这球射到了全垒打墙脚下，非常结实，中外野右外野都完全没有机会接到这一球。他现在是一个。现在是一个验注局二垒有人，而且这个二垒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西面投进来，抢到了两好球。面对的打者是莱特，漂亮，这球击到了是界外，两好两坏。啊，这球猜到了，有格雷洛 ，OK，Nice play。哇哦，神跳一个后队后队后队，往右边稍微修正一下，跳起来。把这一个貌似安打的球把它跳掉了，非常的漂亮。那现在两出局，二垒跑者必须要靠安打才能回来了。好，这时候再换真田玉贵，13年来了。哦，一上来一个强化的外角低滑球，那面对的是今天这场比赛率先击出来的是 Go Battery， 但是这个时候被三振了。好，大都会在三局下半没有攻势，虽然有上得点圈，那现在做个劝局之后，反而变成中信兄弟从他的四五六棒开始打击，那就要看大都会在雨天的部分有没有雨天的投手可以来克一下这个打线了。有15年 Gary ParkerGlee Prater 强化的 W Change， 哦，这球外角球 ，Race OK， 展现一个非常漂亮的跳接。好，那接下来轮到的是大师兄林志胜。刚刚 A 下做一个出其不意的放空的打哦，球一次安打。现在来到一好一坏。16年的大师兄，靠着中信兄弟的加成，可以来到。速度上，中信兄弟是556的加成。
好，做了一个后队的防守。现在打的是格雷诺。还是一个后队的防守。好，这时候做一个曲前，这一球一个 B 滑球没有掌握好了。好，所以双方在三局三局都没有得分。那现在在四局下半，四局下半大都会一上来黑卡皮亚萨先率先击出安打。那接下来轮到是今天有全垒打表现的贝尔川，哇，这一球被抓到了。三垒方向，蒋志贤接到传一垒，奥斗。好，连续三棒的雨天出来了，现在再把最后一个雨天派上来，12年的汤马斯，特殊球种小火车曲。这里做个短打非常漂亮，三垒手接到蒋志贤 ，OK， 在真实的棒球里面，蒋志贤的三垒会顿呆，但是在游戏里面 OK 的啦。他都会在这个时候换上是左投瓦格奈，瓦格奈对上王冠威。两好一坏，面对的是上一个打席击出二垒安打的周志奇，这一球一个卡特球，挥棒落空三振。好，在大都会这时候换上黄卡了，因为前面的哇，这个一上来哦，这一球也是一个漂亮的高水准的跳接，卡斯蒂奥追得非常长的一段距离跳掉了，哦，所幸他是二垒手天气是对到的。好，但这个时候五局下半对大都会有点不利的是，全部的后半段其实都是雨天，那天气转的是雪天。这场比赛谁输了，谁就在16强止步了，赢的人就挺进到8强。这时候把打者做了一个变更，换上13年的二垒手霍飞。良好球，吴俊毅在场上投球，换上02年的吴俊毅。
胡俊逸是一个右肩下投的投手。这一球 Henderson 有猜到啊，又是十分之一的机会猜到了。那现在这场打击的是大都会唯一的二垒手卡斯提欧。这一球二垒手 OK， 林志胜没有问题，后队接到这一球，在六局上半，大都会这时候场上投球是 Kira， 那中西兄弟轮回到他的第一棒的打击。然后球一坏球，花花是在三局上半哦击出的带有打点的安打，目前追成的是一比一平手。好，那这个时候是一个克鲁兹 DH 部分，这边也换了卡达的一个棒次的安排，他把 DH 放在第二棒哦，照天气来做变更，完全是一个助攻型的想法。大都会这时候把 Kara 换上去，15年的墨菲利亚金币人声卡球队上。这球没有打好，一垒旁边的飞球被接杀了。现在轮到是万夫莫敌蒋志贤。哦，这球 timing 很好，完全打出去是正向一个右外野手，完全没有守备的机会。双方这时候安打，同样都是四支了。哇塞，连续三颗一样的球。好，这时候兄弟象换上的是黄卡，红卡都用完了，换黄卡了。15年的邱品瑞，这张带有 S 曲球。哇，这球完美 timing，OK，、okay， 但是中外野手还是可以做一个跳接。这球来的说出去，花花。没有问题，还是接到这一球。哇，这个双方目前是一个OK， 这球也的 timing 也非常好，可惜都找到了手道。双方目前打完七局，可以说是不分胜负，安打数分数都一样。好，那现在是一个两人出局的机会了。那现在面对的是王光辉。
吊球两坏球，好，音乐好吵，一堆广告是什么意思？音乐的部分是指哪里？现场的音乐吗？那没有办法啦，完全没办法克服掉了。因为现在在大舞台区有一个广告。这球安打量出去之后，中信兄弟接连击出两支安打，周董跟王光辉击出来的。他在大都会这边只剩下黄卡目前在撑。好，这时候洪一中击出安打了，哇，看起来大都会这边传回来，王光辉跑回来得分，接连的三支安打在七局上半所击出来的，虽然换上红卡的投手想要去抓，但是没有抓到了。那场上投球是法兰科。黄花这球打得很深远，但是中间手退后没有问题，接到了。七局下半，这时候轮到大都会进攻，在七局上半的时候掉了一分，那中信兄弟这时候换上的是05年的吴宝贤。吴宝贤上来制造一个三上三下，在继续下半，大都会。一好一坏。哦，这一球克鲁兹打得很远呐、啊。一二年的 Roach， 好，这球。哇，这球没有跳掉了，蒋志贤击出安打。这时候插在一个牛棚啊，这时候我在想说应该是只有这个投手了。哇，在这个时候接连的两支安打，
推出去，二垒扑出去，哇，这球一个失误，好，谁去补位？这次传二垒，奥岛抓到了，哇，这来得及抓到一个恰恰，二垒手一个扑接的失误啊，天气是被克到的，但是他来得及补位，来得及，所以二垒的跑者奥岛，那两人出局，一三垒有人，好，这边发动盗垒，而且哇，糟糕，这个对光贝尔川扑出去没有接到。没有接到，那兄弟像这时候再添一分，已经领先了两分了。好，叫个暂停，这要再换投手吗？好，还有投手，04年陆坡，对上是王光辉。好，这边发动盗垒了。打到右半边，一球解决。所以七局得一分，八局得一分，中信兄弟目前是以3-1两分领先。那在八局下半，看一下大都会的进攻。这球有机会了，哇，被花花的一个 nice play 手背扑接掉了，变成两人出局。好，这时候中信兄弟换上16年的郑凯文。哎，9局上半，哇，这时候可以注意到风向来了，是一个大顺风，那对大都会来讲更加的压力更大，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样投出哪个球点的什么球，投出每球都要思考，而且的黄卡投手的数值球威都不足以啦，哇，这球被抓到了，但是靠手背 ，OK， 没有问题，游击手 Res 后队还是可以接到这一球。好，一人出局，9局上半，中信兄弟的进攻。第九棒洪一中，这一球花花有掌握到了，很深远，右外野手扑出去没有机会，这是一个二垒安打，二把。花花掌握到一个外角的起球，拉成了一个长打。那现在两人出局，他在二垒，现在轮到是克鲁兹。这是一个好球，点放的好球，只能去拼一个了。好，在9局下半，这时候卡达一个风向，是一个完全。从右边吹向左边，但是也是一个顺风石。那在大都会这边给他一个机会哦，这时候上来，哇，黑架没收了这一球。那打线的部分哦，是从第一棒开始打起来，那就看大都会老天爷给他这个机会，他有没有办法掌握住了。哦，这球中间方向落地，不求长打。第二棒莱特先击出安打了，那现在等于追平分。追平分的 Strawberry 在这个时候上场打击，而且他是一个天气对到的左打。那在中信兄弟这时候再压出的是15年的关大元。
连续的一个速球转运密滑进来，良好球。好，这球选掉，垒包上的一垒跑者是速度最上，这球好球进来了，哇！但是放空打了，中选手接到传回来，洋州局一垒有人，那现在要面对的是这一棒黑卡的皮亚撒，这一球中世奇没有办法接到，二垒的一垒的跑者，好，这个时候停在三垒，二三垒有人，是一个追平分。那这个时候要面对的是贝尔川，第五棒的贝尔川。那迫使中信兄弟在这个时候叫个暂停，应该要再换投手了。好，不是，是换代打肯特，他把贝尔川换下去，换上力量上的肯特。哇，连续两颗球都没有猜到，来到了良好球。好，选掉。垒包上的两位跑者回来就追平比数了，良好一坏。OK， 一个四缝线没有被骗。再换中信兄弟，在这个时候，关大勇应该是要下去了。好，换上陈宪章。陈宪章拥有一个右肩下投的特殊姿势，打速球跟滑球。好，叫个暂停，舒缓一下情绪，到底要怎么投嘞？面对着肯特，两好两坏。这球，哦，有猜到，但是捞起来，被接杀了。左外野手周思齐在那边接杀了，大都会没有办法逆转，很可惜，最后留下了两垒包上两个残垒。所以中信兄弟的卡达再次的击退了。大都会挺进到了八强赛事。那大都会的 GAGE J 在八强只